台东旧火车站周边从铁道艺术村转变成现在的铁花新聚落，从暑假到年底将陆续推出铁花音乐节、铁花风季节、时令餐桌节以及亮铁花热气球彩绘系列活动，提供民众白天及夜晚听音乐、逛文创、享美食的地方。黄千海采访摄影。